大家好，欢迎收看路德视频之中共情资。今天是2024年3月10日，美国东部时间，现在是中午时间。这个3月5日啊，这贵州大数据安全工程研究中心的创始人叫刘东浩，刘东浩啊，意外离世。具体离世原因，中共没有解读，没有解释啊。然后9号的时候才公布出来说这个人死了。首先啊，在2月25号，路德社专门曝光贵州这些山火，是吧？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大数据啊，在贵州的这些大数据项目里头，这个的大量的电缆的采购，这个电缆采购腐败，然后质量不过关，导致山火。这是2月25号，是吧？跟数字贵州大数据中心有关系。我把这期节目放给大家看一下啊。2月25号，这是绝对的情报，绝对准的。我告诉大家，贵州大面积森林火灾，内部人说出火灾原因跟数字贵州大数据中心有关系。啊，当时咱们说的啊，看到没有？当时做了一个录播，啊，录播节目。2周前，这个3月5号啊，这个刘东浩意外离世，3月9号才发出讣告。大家要知道，这是哪里？叫贵州大数据安全工程研究中心。如啊，根据我们就是说白了，对贵州大数据我们都很熟的啊。这里是专门负责安全工程研究的，说白了，这整个大数据项目里面的贵州大数据项目里面的设计招标都跟这里头有关系。安全什么是包括什么安全？包括施工安全，就是安全工程和工程有关的安全设计啊，包括什么防病毒啊，这些所有的东西啊，他就专门搞了个研究中心，那自然就包括啊这个工程安全，是吧？这个他是常务副主任。啊，常务副主任这个职位突然离世，你说啊，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以为啊，他搞的是啥？就是工程安全，说白了就是大数据的安全啊，以及工程研究，他是大数据安全工程研究，安全加工程，然后呢，成功的。啊，要把它落实下来，因为大家知道啊，这个所有东西你只是一个设想，你是一个方案。我们做工程的很清楚，我们做过太多了，这种指挥中心工程，你是一个设想，设想如何变成设计，设计如何变成啊方案，方案变成工程，这每一步都是很关键的。具体实施，那就是一般都是工程这块啊，就是负责。具体实施啊，所以这个人啊，你想想，这意味着啥？林女士，分享一下。是因为看到这个新闻，会想到我们对，就是路德先生讲的，在2月25号的时候，我们的节目特别会做出来。为什么贵州在2月底的时候，忽然有那么多大面积的，而且是多处多点的这个森林大火？那这个火灾的原因到底是出于哪里？而且这个的这种这么多个点的这种火灾，它也不可能是人为的纵火。那这个灭火来讲，这个对于一个消防的这种安检各方面，都其实是一个很耗人力的。那像我们在节目当中所披露的，就是说，在贵州这种大数据的中心呢，其实是非常耗电耗能的。所以它的如果施工品质，就像陆德先生讲的这种安全数据，它其实不是只有软体的数据分析的部分，它也有包括你这个整个硬体的
架构，那你这个硬体架构，如果你的材料材质是不合这一个大数据营运所使用的话，那你是用劣质的这一些电线电缆，然后去串联整个数据的这种包括机房啊这个整个布局的话，那这个都会导致意外的这种等于是它的那种电力它没有办法去负荷，就会超耗能，对于这个电信电缆，还有整个它的这个线路的那种都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如果说是有关联的话，那也许这一个为什么会意外的又这样子的离世，那这个状况是不是跟上头的这个要查清这个事件，然后要找人去背责，所以又有人意外死亡，这个在中共国是屡见不鲜的。我们都会想到之前，陆德先生也有披露那个，这个其他的这些人，他们死亡都是很多像这个周光源啊，或者是冯阳鹤这种，都是因为有一个承包一个专案，但是当你这个专案要被检验，要被验收的时候，那你交不出来这个整个成果，那就被消失。这个都是很有可能的，而且就有很多的这种意外的状况会出现。那这种意外状况，其实明眼人看在，我相信很多这些科技人才、理工人才，应该都是知道隐隐约约这些内幕的。我觉得在路德社里面已经透露了非常多相关的这方面的讯息了，所以当又有很多这一些高科技人员意外的离世，我相信都是跟这一些所谓的贪腐的这一些弊案不无关系的，这是自己一点看法，路德先生，谢谢。是的，这除了弊案以外，还有没有别的原因？都有可能啊。但是这个替罪羊肯定是的，替罪羊为啥呢？这个整个贵州大数据项目都是很腐败的，我告诉大家啊，别忘了路德之前来美国之前都是专门做这些项目的啊，数据中心里面从啊设备采购、施工啊，数据中心里面的啊，数据中心里面专门的。机房是吧？静电地板到机柜啊，到服务器，然后再到啊各种电缆，哎呀，那量太大了，整个贵州省的山都掏空了到处都是。然后除此之外还是啥？各种设备啊，比如说数据中心、指挥中心啊，各种通信，这是很大的工程。这里权力很大，就是这个刘东浩之前权力是很大的，因为你说他到底是不是内行？说实话啊，半拿子水就这意思啊。中国都这样，中国这外行管内行，副主任呢就介于外行和内行之间，底下他们还有总工，还专门有总设计师啊，研究中心，他是副主任，是不是？所以出了事儿，那肯定。得有人担嘛，所以就例外离世，就把所有的事给抹平了，是吧？最后所有的东西都是跟刘东浩有关系。你看他是理事会秘书长啊，所以啊，这个贵州这个大数据中心导致是贵这个电缆啊腐败的事情，导致当时贵州大数据啊中间啊这个。待机很长时间啊，大家知道吗？这些东西都是很高度保密的。我告诉你，高度保密，只有人说白就是数据库、数据中心里面有人才知道这些机密情况。我跟你说，他这个贵州大数据很复杂，它不仅仅是啊这种收集这些网络数据，还包括卫星的，还有包括太空的啊，太空空间站的数据全都存在那里。啊，就你以为就是什么电话、电什么网络的信息，那只是一部分啊。
它主要还有收集这个数据，还有收集太空的数据，知道吧？是太空啊，太空信号，这些东西也在里面。宇宙就是宇宙啊，宇宙数据也在里面收集。怎么收集呢？它是有专门的那个东西啊，有一个类似于啊，这个就像一个大的这个望远镜一样这种，但是它那个。它不仅仅是望远镜，它还做了一个这个天眼像的东西啊，是吧？所以它不仅仅收集的是，比如说啊，这个什么数据，包括啊，就是咱们说的，比如说宇宙的各种射线数据，还有波的数据、引力波的数据，这些都叫数据，还有包括什么反物质啊，这些所有的这些数据都在贵州大数据中心。啊，这里面的包括的，就是习在这里头搞的，绝对不是大家想看到的，仅仅单单看到的说什么什么什么互联网那数据，那是最简单的。真正的我说的这个宇宙的这个，说实话，没有人你是不知道他是在干这玩意啊，是吧？包括这次不是什么什么还月球，还搞什么核，是吧？核电站这些东西，这都是要数据支撑的啊，数据支撑，还包括地球的各种磁场的信息，这都叫数据。林女士，只有咱们路德社才会说到这吧，别的地方听都听不到，是不是？这种顶级的东西。是，对对，而且会引到这么样深入核心，我相信这个都是绝密的这个情报。那一般的外人是不会去披露这些的，因为都会觉得说大数据的话，就是所有，比如说包括全国范围内的这一些那些华为啊，或者是阿里巴巴的这些数据，然后储存到这边，但是可以知道的。就是像洛德先生披露的，他们其他想要更进一步的掌控全球的这个科技，那也就是能够媲美 NASA 的这样子的科技的话，那这个就是也要这个贵州的大数据来去收集全部，包括就是像美国偷的这一些科技之后，然后可以运用的也。我相信也都是在这边，然后我也记得之前也是有嘉宾说到这种大数据的存储的地方呢，要非常的注意到它的这个温度的调控。那你如果要维持一定的温度的话，那它的耗电量是势必更大的。所以等于是它的吃电那么凶的话，那对于整个贵州地方的用电量，我觉得都是一个超负能、超负荷。那又如果又是跟那个宇宙方面相关的话，那它所要更付出的这一些耗能，然后去整理这一些资讯，我这个都是会让整个架构当中，如果说它是这个偷工减料的这些设备、这些材料、这些硬材的话，那这个对于整个数据的传送啊，或是储存啊，或者是运用，其实都会受到非常大的这种考验吧，我相信。所以等于是这个部分，就像路德先生讲的，他就是需要人来顶替2月底的那一些事件。那为什么会有这一些贵州大数据这个所在地它那么多的这个火灾，那你所引起来的真正原因是什么？那就是像路德先生讲的，就是他在施工的方面，然后他整个包工的这一些，是不是有很多不为我们知道的这一些更多，除了腐败之外，还有很多机密的这种应该是说，在这个设备当中是不为人所知道的，但是因为需要有一个人去顶替这些设备的营运的不良，或者是没有办法交出习所要的成果，所以就有一个替罪羊，这是自己的一点脑洞。路德先生，谢谢。还有这个贵州大数据中心啊，一般人是投不了标的，因为它都是保密工程，所以越保密越腐败，知道吧？越保密越腐败啊，所以呢，很黑。我就告诉你，我的有些朋友去投了这些项目，是吧？有些中标了，那就是啊，给的回扣那是很高的，至少30%以上啊才可以。这是第一啊，第二，因为他这个项目。
就他们几个所谓的这个专家，因为他整个方案是保密的嘛，他不公开，整个方案建设方案是不能公开的，所以为了保密，所以就这一小部分人知道整个设计方案，所以呢，这里面啊也没法核实到底可不可行。说白了，哎妈，就是都是捞钱，钱多，这里面搞的钱特别多，我跟你说。中标的那是给的钱很多很多，我告诉大家啊。好，咱们这期节目就到此结束，别忘了点赞分享，谢谢林女士，再见。